阿七43准备拍照。好，我是公关刘和长的。2012年1月10号，成功在台中的什么呢？我这是干嘛在这要上话剧，因为有点累，这有点发了，而且上会拖到我其他行程时间，所以就只能跟他抱歉了。1404的念头，加我们的用一百行。16200，用1P101，然后1P106的阿普之前啊，那阿伯，一个是原涂装，一个是猫头鹰警角色，在我们的成功站准备开车。8-7-13试一次。OK， 好了，好自然了。8:08，10月10号。当当当当。你的头要稍微往里面，啊，你们不是要录影？快点啊，真是来不及。啊，好吃，好吃。拜拜，再见。8-7-13试一次，再重温那次。抖音，然后这是他的亲子名牌。拜拜，再见喽！开心开心，期待他12号活动，然后也期望能够加油10。我8-7-13十一次，在成功站十里，终于在成功站。其他内装还不错，内装真的很棒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EP101的原涂装版，哇，这是最原始，从英国送过来的时候考有考究的。那个阿婆婆19号用一排箱，在我们的成功站。一件事里啊，谢谢观众，见，拜拜。你不知道你要给我录影，在干嘛？不用录啊。啥眼，我心啊！算了，随便。你丢死定了！我找我们去彰化，我气到我要去彰了。就说你要给我录影，你讲。啊，阿婆这样再讲，没跟他说再见。再见。你要说我们12号见。人家说我会努力的见，不知道跑不跑得起来。啊，16:111月10号再找成功站十六，希望再见，拜拜。阿婆，那你就加油吧，希望你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。刚刚只算八数做一次了，走。